咱们今天的神曲就入这个吧，杜十娘，行不行？孤灯夜宵，我独自一人在上网，电脑前坐着小月，这丫头在寻觅着我的那个郎。忽然看见歪歪上，歪歪上有一群狼，键盘和鼠标它砸得康康响，我来这里勾引勾引他，你们说电脑鼠标和键盘砸的康康响呗？如果你做了我的狼，我愿为你下厨房，不管是红烧排骨还是清蒸鱼，把你们吃得比我还要胖。如果你做了我的狼，我会为你们买好车，不管是兰博基尼还是法拉利，让你们出门面子杠杠的。峰哥，你想开法拉利吗？就是你给我的感觉好像想开似的呢。哎呀妈呀，想开的都告诉我啊。如果你做了我的狼，你不许再抽别家的姑娘，小月这么温柔贤惠美丽又大方，生来欣赏。如果你做了我的狼，你小三小四别想养，不管是跑风街还是羊如花，小月我绝对不好使啊。不好使，啥说都没有，天下二班长，我这会儿又坏了。歪歪的帅哥排成行，哪个愿意做我的狼？小月，我魔鬼身材，天使的脸庞，你们赶紧都来一枪。如果你做了我的狼，我为你们竖起贞洁牌坊，你要是出去耍，我就守在家，恩恩爱爱一对好鸳鸯。这首歌叫《杜十娘》，送给你。三颗油，每天晚上十点直播。不白，铁锤们，这边也缺黑呢，是不是？绑的。